再来。OK， 在这边呢，当你知道了要怎么去做，我们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啊。OK， 所以 example 就好像我现在我 start， 我们就来 OK 零、二、四、六、八、十、十二。啊，来，你们可以猜一猜它的答案是多少吗？它的正确的横式要怎样去写？超难啊！这个是这个。OK， 来第一题，我们就有请啊，我们的谁？我们的 OK， 小唐。小唐第一个 example 我们应该要写怎样呢才是正确的呢？小唐啊，他给你零二四六八十十二，所以应该要怎样写才是正确的写法呢？小唐六二十二。Good， 六二十二，为什么呢？因为每个都在加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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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二，两个二，三个二，四个二，五个二，六个二，所以它是六个二，对不对？所以代表六乘二等于十二，对了。来，下一个，我们就有请啊，我们的谁？我们的子英，来，子英要怎样做？子英啊，子英这个应该要怎样做？会不会写四三十二？不，所以这个呢，每次他们都在加三、加三、加三、加三，所以也就是说这边拥有四个三，所以我们是属于四乘三等于十二了。OK， 所以应该大致上你们还是 OK 了的。来。当你们懂得这些东西了过后，我们就要学会怎样呢 ？OK， let's see。我这个呢，我只是放了两粒苹果，然后这个呢，画了这些东西出来。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所以其实在这个呢，我要这里填出下面的格子的号码到底是什么呢？对，这个呢，他讲你的盘里面是没有苹果，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是代表多少呢？所以是一个空盘，它没有装到东西，所以我们只是写零了。然后这个他写的意呢，就是说你的一个盘它拥有两粒苹果，所以我们这边就写二了。所以在这边呢，其实它是代表零乘二，这个是代表零了。这个意的意思代表一乘二，它是等于二啊。然后这个二的意思呢，就是说它拥有两个盘，每个盘呢它都要拥有两粒苹果的存在。所以从这边，你们认为应该要填什么号码呢 ？Yes, good, 答案是四啊。所以也就是说，这是代表两个盘拥有两粒苹果，所以等于四啦。然后三呢，下面应该要填什么呢？三呢，下面应该填什么呢？六，对了，六有三个盘，每个盘呢都要拥有两粒苹果的存在。所以这个就是三乘二等于六了 ，OK。然后第四个应该要填什么呢？三。Good。第五个呢？十。十。那呢？六二。十二。十二。十二十四。八二十六，九二十八。八二十六，九二十八。再来了啊！假如我有一个盘，我现在呢啊，我喜欢放的是糖果。是啊，后面。啊，
不要差了，不紧的，你最明白是他老师教的是什么 theory， 你明白老师在教你怎样啊？OK， 来，我们再来一起看啊。所以我说这个呢，我有盘子好，可是没有放东西，所以它是代表凌晨。原本它是要三啊，凌晨三等于多少啊？凌晨三等于一三三。要零三多少先？凌晨三零三零。三零，然后这个呢，一个盘我要用三三三三三三二三六，二三六三三九六三三九九四三十二四三十二五三十五五三十，这个呢六三十八十八，这个呢二十七三二十一二十一，这个呢。八三二十二十四二十四九三二十七二十七啊，对了，就是这样罢了啊。再来，假如我忽然间我要有的是属于什么呢？我们的鱼啦。对，从这边呢，我要叫你写出它的答案出来，所以这应该要怎么样呢？三十六、三十八、七三、二十一、八三、二十四、九十、OK， 来，所以我们有请网课的学生们来，第一题应该要怎么写？可以给我吗？零零，对了，第二个呢？四，第三呢？四，一四四八八，这个呢？十二，对了，对，其实这是代表零乘四啊，一乘四啊，因为每一个鱼缸都要有四个鱼，两个鱼缸就有四条，然后这三个鱼缸，每个鱼缸都要有四条啊，这个呢？十六。六，这个呢？二十，二十，二十，六十四，二十四，二十八，二十八，二十八，三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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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三十六，三十六。OK 了，所以能不能？能。OK， 再来，我们再来看看啊。假如你们讲了，忽然间，假如我给你们的时间了，对吧？OK， 假如这个呢，我给你的是属于什么 ？Baby Orange。OK， 所以在这边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OK， 然后再做一个旁边九。所以从这边我们的正确的写法应该要怎么去写呢？哎，这个应该答案是多少？知道吗？零的下面我应该要填什么？零。零，然后一的下面呢？五。五啊，因为一乘五的意思啊。二的下面呢？十。十。哎，两个盘就有一苹果。第三呢？十五。十五。第四呢？二十。第五呢？二十二十五。第六呢？三十。三十。啊。来，赶紧回答不？开始了。三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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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八呢？四十。四十。
四十五。对，来，会不会？来，我们的 Doreen 做什么？你忽然间你的 camera 不见掉，你吃掉 camera 啊 ？OK。所以当你懂得怎样去看了，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看我们的数目线哦。零二四，我忘记要点什么号码啊？忘记要点什么号码了？容易。OK， 来，在这个数目线呢，它有一些的号码给我吃掉了，所以我应该要填什么呢？所以你看啊，这边都是零二四，也就是说它是在每个二的乘法表啊，这个是代表零乘是啊零乘二啊，因为每次都要加二，一乘二，二乘二，所以这个应该是什么号码呢？来，可以给我知道吗？什么号码？六。六。三乘二，对了。然后这边接下来应该是什么呢？十的后面的。十二。对了。为什么呢？挨着你要每次加二来算，所以十加二等于十二，或者你可以知道十二八五二十，这个确实是九二十二了啊，倍二的倍数都可以了。然后这个呢，相差三。所以其实这是零三零一三三二三六，这个应该要填什么呢？来，九，对了，三乘三啊，四乘三，五乘三，这个应该要填什么？十八。Good 了，因为它是六乘三 ，OK， 所以我们会写十八了。然后再来，在这边呢，我不知道，可是我发现这边是它加四了，所以它应该是倍四的乘法表。所以你看啊，零四零、一四四、二四八、三四十二，哎啊，对了，所以这个应该我要填什么号码呢？第一个格四。然后接下来这个表我应该要填什么号码呢？一四。十六。Good， 四乘四，所以十六分。对，我们就是 based on 这些格子来填号码了，可以吗？来，可以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应该要怎样去做了啊。所以当你们可以了这些东西。我们就来考一考你的乘法表，到底你们快还是慢，还是阿公阿妈慢慢来啊 ？OK， 来，这个你们暂时不用抄先了，因为我直接录成影片了，等下我给直接 setting。OK， 所以在这边呢，当你写了这个东西了过后，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什么东西呢？啊，乘法表的算法。OK， 在这边我们来看一看，还有谁还没有去背乘法表啊 ？OK， 等下我会把这影片send去你们的 group chat 那边，然后你们妈妈要排队直接排 YouTube 那边看。OK， 所以第一，我们先来学二的乘法表先呢。从二的乘法表先，所以在我们的二的乘法表里面呢，我们要做应该要怎样去做啊？所以也就是说，平时你们都背零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二。OK， 来，不是到十二了吗？啊，不需要到十二的，真正来讲，我们懂得九二，然后剩的我们做算法就 OK 了的。来，
第一个，我们一起来念啊，你们念，我写答案啊，可以吗？可以。你们念，来，零二。零二零零二二二二四四三二六二六四二二八五二十二十二十六二十二二十二十二九二十六九二八。OK， 来，刚才有谁没有开嘴巴？有吗？啊，开嘴巴，啊，我们来一起啦，开嘴巴，来，啊，背三的乘法表了，零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三，九来零三，三三零一三三二三六三三六九四三三二五三三十五三十三十八。你们好像念经这样的。来，我们要慢慢一步一步来了啊，我们一起来等朋友啊，不要走得太快啊，等下你朋友睡觉。等等等等。OK， 来零四，零四零四零四零一四四二十二十八三三三四十二。OK， 所以有没有问题？应该没问题了哦，来，我再给你们多一个乘法表，啊，哪一个乘法表呢？我的，啊，我们就来看一看五的乘法表啦。来，一乘五等于啊零五，一五，我的乘法表，二五，三五 ，OK， 五。五一五五六五七五六五七五八五八五九五来阿妹零零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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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五二十二十五十五十五五五二十五六五三十二五五二十五六三十五六五三十三十四五三十五三十五五四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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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四十五很好。所以也就是说八至三你们应该可以背了啦。OK， 来子莹做什么你 OK 吗子莹 OK。OK 啊很好。所以来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乘法表啦。OK， 所以在你们的乘法表假如你们已经会了这些 ,OK。我就要考一考你们了啦。
老师，我已经背到十二了。哎呦，不错嘛！我是来没背到十二，我只背到十四，我是背到十二。OK 了，先你们讲，你们都已经背到十二了，所以我就给你们背到十一而已。我就给你们一个游戏了。对，这游戏呢，背到十一而已。啊。这是一个游戏呢，它是关系到乘法表的哦，所以我要看你们能不能呢、啊。所以它的号码呢，我是乱乱挑的。啊，这样容易？啊，这样容易啊！哎呦，来，我就要看你们是真的会还是假的会。我妈妈真的有带我玩这个耶，跳来跳去。哦，这样啊，哇，你妈妈也 test 你啊，不错吗？啊，来，我现在我就要 share 我的题目给你们了啦。那、啊、你们看你们会做吗？所以总共呢，这边每一个呢，它都会有十题，所以这十题里面呢，我会把它平分成不同的组别。所以你们现在，我要你们先拿一本书或者一张纸出来先，然后等下呢，你们只是写答案给我，可以吗？可以。可以啊、嗯、，OK， 来，快，我们要开始了。新的一张。嗯。放心，我今天我给你们的这个很容易罢了的。二的乘法表耶，我知道了。啊，它有二的乘法表。可以，老师，你可以给二的乘法表加十二的乘法表一分之一。OK 啊，所以来，我现在我 start share 题目给你们了啊，准备了啊。所以看你们能不能拿全对啊。Okay, ladies and gentlemen. Okay 了，准备。所以我们的题目是这样的。啊，有看到题目了没有？哦，看到了。啊，本来你要拼给我们的是没？啊，来快点，快看什么答案可以给我吗？啊，写出来一下。简单完啊 ，B 也是 A 也是啊。啊，对，所以总共有二十题 ，try try。六二十。哇，有二十八。不要讲答案。啊，不要讲答案哦，等下有人偷抄答案哦。我这样容易。哎呦，这样容易啊，听到吗？这样我等下我出比较，这样我出比较难的啊。要。有两个六二，开始了。来，第一题六二，请问我填的答案应该是填什么呢？十二，十二，二。然后六二十二，九二，九二十八 ，good， 十八，零二零，第三呢？零二零，第四呢？一二二，good。下一个呢？十二，六二十二，六二十二，六二十二，五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对，五二十，对。然后接下来呢？七二十四，十四，七二十四，八二十六，十六，十六，二二六，二二四，三二六。二二四，二四，然后这个呢？四三十二，四三十二，
这个呢？二三六，二三六，二三六。这个呢？四三十二，六，二三六，三三九，四三十二，三三九。Good。一三二十一，一九七，一三二十一。然后四三二，四三十二，一三三，三三，三三八，六三八十八，四三十二，二五十。对，有谁拿全堆？老师，我拿全堆。老师，我拿全堆。很好，来，我现在我给你们更加复杂的。啊，更加复杂的是属于什么呢？啊，惨了了！阿考到底他在骗我？更加复杂的是属于什么的？嗯，因为你要开高，你要知道你这个。啊，来了啊！三二一，三二一。OK， 来这题啊，给们你们 try try。OK， ladies and gentlemen， 哪一个老师？来了。来，哦来呀，哇！哇！OK。OK， 来，我要你们试一试，看你们会不会拿到答案呢？江多啊？哪里多？三十几吗？开始了吗？老师？啊啊，开始呀！快点。A B C 呀、啊？啊 ，A B C。老师，你乱挑乘法的。对了。所以你们要越写越难了吗？假如每次给你们容易，等下考试出难难，你们就完蛋了。加油，快点！我知道你们能的。我作弊呀、啊！他说我作弊啊，弟弟。菲拉拉，快点做啊，菲拉拉。这是第一题啊。快点加油了。这是第一题啊。哎呦，真快。
你叫我快呀、啊！对了，我们要写飞机冲啊！第四题呀、啊，我写。手，你的手在转，你的头在转。OK， 来我们的举手的 Jaden 什么事？没有啊，刚才。不要刚才啊。好了。好了 ，Good 了。然后剩下的呢？好了吗？小唐。也好了。没有位置。好了。不用紧张。啊，快点加油！然后等下我们来看你们有没有拿全对啊？看好了。好了。好了。Good。还在抄第四题吗？在挂定开始。写第二面啊。来，那些谁已经做完了的人啊，你们可以直接挑去。第二十四面啊，全能备考二十四、二十五、二四、二五。我先做那个十七面。啊，你们可以先去做先，不用等我了。可是那个十七面 and 还那个算盘是要做什么的？你们只是看七乘七什么答案，然后画出它的珠子出来罢了。看他是什么答案，画珠子，画几粒给我。